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白。今天我们做的实况，我们要来开一个全新的生存。这个生存呢，是单独独立把这个很小之地直接啊创造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必须呢要来做一个挑战，就是我直接进去这个很小之地，然后呢来体验一下我们很小之地原版该是如何生存的。我们这一次呢就不搭配其他的辅助模组，我们就纯粹只玩很小之地这个世界的探险。那我们就准备进去喽。想说之前我们都在玩那个模组的时候，有很多很多的模组包都混杂在一起，那变成说我们容易就是会取得起。好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烂地方。就是我们很容易就是因为那个其他模组太强大的关系，然后我们就会很容易去取得更强的武器来对付这个世界，就变成说这个世界的游玩性变得非常糟糕。对，那我们就边走边生存好了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我就打算把这个模组包直接独立出来。然后呢，重点是在这个世界这个模组的世界基本上我是完全一窍不通，所以呢基本上吃什么，然后要用什么东西挖矿，基本上我是零概念，所以基本上我是从零开始玩这个模组。除了一些辅助项模组，像是地图啊，还有那个上面的那个显示啊，让大家方便知道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以外，其他的一律基本上都没有装，所以我们就只有这么纯种啊，纯生存。这什么东西？新月果哎，它长出来啊，我可以吃吗？啊，我刚把那个树干给打掉，这可能是我唯一的食物哎，这东西会咬我吗？它是好的还是坏的？我应该这个时候去接近一个第一个新认识的陌生生物吗？它看起来不会主动攻击我，它很可爱，它叫妍希。嗨，妍希，听起来很像某游戏里面的角色。哦呦，它的工作台是紫色的哎，哇，听起来看起来很好吃，就是很像某种可以吃的那种甜点，看起来不错。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这个好像是煤炭，对不对？越长实况是不是它是煤炭的一种？我看一下，它是长枪，它可以做成火把吗？它不行，它只能做什么东西？哦，完了，有东西在那里，不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们不要靠近它，它应该对我们来讲还不能对付，它很烦，它会飞，那种超巨大蚊虫，非常可怕。新月果，走，我们去，完了，蜘蛛。然后因为是模组生存挑战，所以基本上这个系列应该会蛮短的。对，我们基本上就是要挑战这个世界的两个 boss， 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再来挑战另外一个世界。对，一样都是从零开始，然后我们就是看能不能够成功的，就是在没有任何模组的辅助之下，哦，直接用它本身的东西挑战成功。OK， 这个是荷叶吗？这是荷叶对不对？这可以采吧？我应该不会破掉吧？我刚好像有看到有鱼，然后好像有鲑鱼那边。那边我看到了，这可以踩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我会跑酷吗？不会，我不会跑酷。水看起来没有状况。我想要打鲑鱼，我想要打鲑鱼，过来。OK， 所以那这个是什么？柳石矿，柳石矿不能用这個，那这个可不可以？啊，不行，等级不够高，这是木头的。那我在想，我们要不要先在这里挖一个家？这里挖一个家比较快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这里挖一个家好了。它的煤炭是什么啊？完全是零知识哎，救命哦！好的，我花了一点点的时间研究一下这东西，我发现一件非常悲剧的事情。它的这个东东呢，就是这个世界呢，如果说呢我们呢要烧东西的话，我们好像是必须得做对那个熔炉，好吧？对，熔炉，这个应该可以做熔炉吧？可以啦。然后这个熔炉呢，必须要自己烧木头，对，像这样。我们必须要自己烧，才能够获取我们的那个木炭，然后才可以做火把。我从这样子敲，看起来好像还蛮安全的哦。不对啊，这里就洞窟里面不是吗？这是一个超大型洞窟，可是我现在好怕，因为我现在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下去就死定了。很漂亮，但是超黑的啦。这是什么？柳石矿？不行，搞成没升级。我们换个地方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地方超烂的，我想要。想要去别的地方逛逛，这样子。Hello， 我在摆什么东西？刚刚那个操作，请大家快点忘记。目光，我这个是明月石膏，那我们用石膏来挖一下那个红色的。柳石是一个接近可以做装备，它应该是铁，而且挖下来就能马上使用，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能够就是铁。对它对我们认知的来说，它就是铁。对，它就是一个铁。OK， 我们沿着这条河一边游，然后一边
收集一下一点吃的。过来了，他叫……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没有武器，完了我没有武器，完了我没有武器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好痛，好。给我好险好险好险！没有武器，忘记做武器啊！忘记做武器啊！我们要不要住在这个里面啊？我们就挖清楚。哇！走开走开！现在没空，现在没空。他是睡了，淹死你 ！Oh fuck! Oh fuck! Oh fuck！ 走开啦！走开！下去！敢不敢待在水里啊？哈！敢不敢？哈！我应该做个武器，我要做武器。最后一下死啦！他掉什么？史莱姆球跟我不知道，刚没看清楚，应该是不重要的东西。啊，不是吧 ？Hello， 怎么都是洞窟啊？救命哦！这里是不是都是大洞窟形成的矿穴、啊？而且超暗的，好大的虫哦！救命哦！我先拿这些木头临时搭建一个避难所好了。好，就这个小地方，我们就先在这个小地方生活一下。这里还可以啦，就你看走出来就可以去对面。然后这什么东西？看起来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我先吸吸，然后再回来。这是什么？昆虫内脏？好吧 ，OK， 我感觉好像有点像在玩那个什么昆虫生存的感觉，是不是有虫要飞过来？我听到翅膀拍动声诶，哦，它在上面，它在上面，你进不来吧？碎了，它进不来，它太胖了，我该就吃胖一点了、啊，笑死。我可以做长枪吧？我记得我不是有一把，这个可以做，这个，它投掷时会自动回来的，好像是附魔的版本，这是不会附魔的，就是你丢出去要自己去捡的那一种。Yes， 咦啊啊！我的长枪，走开啦！啊，我的长枪嘞！哦，在这里，真的不会自己回来哎、欸，啊，要说好还是不好呢？我也难以下判断，很赞吗？好像也没有到多赞，他不会回来，我们只能去找那个什么堡垒的时候，顺便看能不能收集到会自己回来的那一种。OK， 好，然后来我们来做个箱子吧，它应该也是紫色的箱子吧？它可以哦，可以弄成原版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都是紫色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用紫色的箱子。这个世界满满的全部都跟紫色有关系，非常紫。然后我想去对面种一下我们的星月果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食物。对面那边。好像有几块平地，是不是？好像好哎、欸，可是都是森林哎、欸，都是树林、欸。我要怎么腾出一个位置来种我们的果树啊？我需要挖很多的土，然后我们自己来盖好不好？我们自己填一个地方，然后自己盖，自己盖东西，然后自己盖土。OK， 我踏入了这一片森林，偷瞄一下附近，看起来都还好，看起来都还好。再往前一点点，好像也没东西。好，我们挖土。走，我们来铺铺看。咦，不要，可以不要，可以不要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臭虫，等，沉进水里，沉进水里。嚯，我的武器呢？在这里。我本来想说好好的做事啊，我本来好好的做事啊，来捣蛋啊。为什么从水底下射，好像伤害就？Nope！ 啊，完了，没事动，哦，有了。啊，我的长枪嘞？哦，我猜那里。我们在这附近铺一个自己的地方。我们这边挖了一组多一点点，应该是够我们自己种东西了。好，一小块地方，再铺一排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果实给种上去。这里放一个，一二三四，这里放一个，然后好像就先种这样子好了。我们的地太小了，我们先这样种。OK， 回家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在很小之地的第一天的生存，目前还过得挺好的，我还没死。我先去把我的长枪拿回来。我好像太久没有去拿长枪，它直接不见了，它直接消失了。好了，那么就来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